谭俊彦、张震朗、胡定欣、姚子玲同电视剧《包青天风云再起》嘅演员呢日就进行宣传活动。以为人父嘅谭俊彦同一班小朋友玩游戏就话冧到爆，仲大爆个女好中意其中一位小参加者 Max 添。冧啦，直情系冧啦，因为我见到 Max 好开心嘅 ，Max 系我女成日都话佢好靓，我都觉得佢好靓仔嘅。咁原来我识佢阿爸嘅，咁所以咪好咯，可以帮我个女揾下朋友仔。因为我女见到张震朗哥哥咧，就唔要爸爸噶啦，而家 blacklist 咗张震朗同何广沛，就以后唔俾见嘅。我讲真，即系嗰阵时喺内地我哋做嘢嘅时候咧，咁你成日都会同佢哋要即系 video chat 下，咁跟住之后你个女跟住就咩啊，朗朗欧文哥哥，咁好得意嘅，佢个女好靓女嘅，几多岁啊？四岁啦 ，OK， 四岁咋 ？OK。至于定欣同子玲喺剧中嘅姊妹情就深受观众欢迎，但系佢哋就话喺现实生活中就好少讲到感情问题，亦都唔会主动为对方介绍男仔。冇啦，而家冇啦。冇貨，市面上有啲，市面上都有啲缺，未翻貨。我哋再等多陣啦，等多陣俾時間要訂一訂先。講到資深演員梁順彥早前離世，兩位都表示好傷心啊。其實嗰日我哋都，我哋一班姊妹都喺度傾偈嘅，咁突然間就收到呢個消息，大家都好。即係都好傷心啦，因為其實前一日就係、是、即係都接到夏萍姐姐嘅離世，咁好似即係兩日連續兩日收到即係兩位前輩嘅消息咁樣。咁我諗我哋近年會同 Lily 姐嘅合作嘅機會多啲啦。其實我都唔係好接受到嘅，因為其實我哋唐人街都有一個 group chat 嘅。咁我仲記得之前知道 Lily 姐佢入咗醫院，我哋仲話唔知佢情況點咧，我哋喺 group chat 度講，同阿君卿講。咁我其實我嗰我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，我自己又唔喺香港啦。咁我係覺得有啲突然嘅，因為同佢開工嘅時候，我係記得佢其實佢係一個好有禮貌、好謙虛、好有禮嘅一個前輩咯。